掐什么呢？这是。我掐点这个野花椒叶子。野花椒叶子，有一个网友告诉我，完了之后蘸点面啊，或者蘸点什么，搁油里炸一下，挺好吃的。就演戏吧。啊？演戏一把呗。演戏吧，你看这原来是野花椒，咱们家从来，咱俩从来不拆着吧，因为好几年没上山了。这叶子你看多嫩，太嫩了。那边还有一大颗呢。嗯，还有一大颗。咱从来不采这个，咱不知道采啊，采的够咱们吃就行了。吃不了那些，吃不了那么多，够了够了，差不多了。是啊，还吃了那些，他们也不上山来采。这家都被都是被人家揪了，现在有揪了没有？这够了吗？够了，这些够了，吃不了那么多，够了，尝尝味儿，想吃再摘，有的是上面。对，哎，行，我现在摘点菠萝叶。哎，这个大。现在就吃菠萝顶的时候，今天我们菠萝吃不了，这个太大了，铁砂石也不行。就这几颗菠萝叶，咱俩就够了。这就够了。这就够了。看，多好的菠萝叶，但是有点小了。菠萝饼，当地的美食哈，咱们这儿的。这打这盆儿，这叶子也不行，太嫩了。这叶子又太小了，给它绞了，给它绞成圆的。这样来包菠萝饼吃，大的大包，小的小包。这有点破了，不行了。这个还行。你不行，你得拿个大厨子，我拿小厨子，把这叶子刮跑了。看我搅的这些叶子，就包菠萝饼的，完了给它洗一下。
要拿手。摘韭菜，这韭菜我们抹菠萝饼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先放着吧，这个我就是，这是抹菠萝饼。叶子大了吗？我的就大，叶子小的呢是我的小。你这还当我是姑娘？不是拉铲子，还拉倒了，那是外房人。拿菜刀抹。你那啥吗？对。哎呀，那老家经常吃锅里太好吃。还天天吃得了，所以你早炒了一碗面来买好了。先买面，把那、这个不是面，是淀粉，玉米淀粉。玉米好吃，这是这是非常好吃。山海关，秦皇岛特产呢，它出来源于山海关。这一个都放得下去。妈呀，再弄出去搁这景着，就那什么了，就是那喝不上了。我喜欢连那个叶子一块吃。啊、哦，你喜欢？嗯啊，这个饼小。每年老家都要做几次，只要在家，对，就是、你看我这挺薄的，就是地方小吃，地方特色的菠萝饼。哎呀，这不小不少的馅儿，韭菜也是我们自己产的，菠萝饼也是，不是那个菠萝叶是山上的小灌木里长的。
你什么味儿？那是那别的别墅，说最后一点点馅儿，那怎么还都有馅儿呢？我是面。